你要这样一直盯着我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放松一下，发呆呢。这是谁画的？我。谁让你画的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那就再说一遍。一个女的。既然你那么厉害，请你把她画出来。 画不出来，什么意思？我记不清她的样子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见过那个女的，你现在画不出来？今天画也得画，不画也得画，给我画！画呀！我就是画不出来了，我凭什么记得她？我只是个画画的，我又不是警察，你们抓不到人，为什么要赖我呀？你的画害死了一个警察。